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2。子谓子产，有君子之道是焉，其行己也公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。孔子评论子产，说他有四种德行，就是孔子说子产有四种德行，皆是君子之道。他自己做人很谦恭，他侍奉君主能尽其事，就是对上面领导人交办的事情他有尽事的精神，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敬业了，就是很恭敬的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。他用恩惠养民，就是对人民施以恩惠来养育人民。他使用民众为公家之事服务能得其宜，使民就是差使民众为政府公家呢来从事义务的事情，能够很适当，不会造成民众的困扰不便，他都能够做得很适宜。这是孔子对子产讲，子产有君子之道这四方面，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，这四种德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